我在德国已经快五年了。你看天都快亮了，身体被掏空。本来去科隆是要住在朋友家里的，因为朋友已经回国，然后他的房子他还在供着，因为种种的原因，我的这位朋友 A 把这个钥匙放在了我们的共同朋友 B， 所以我去科隆第一件事情是要找这个朋友 B。我当天晚上很晚才到，十点才到，那我想说刚好一个很久没见的机会，所以我们去外面喝点东西，一小喝喝到了两点快三点，就很开心，非常的开心，然后拿着钥匙非常欣喜的要去这个家里面，就使劲开使劲开，开到了我手磨出了水泡都打不开，最后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，我就去睡公园了。我在哪儿？你看天都快亮了。一只，两只，三只。清晨的那种湿的那种冷，让我感觉哇，天哪！因为脑子一热嘛，我觉得睡公园还挺酷的。到了六点，我去麦当劳喝了咖啡，然后就在麦当劳睡了一个多小时。服务生过来敲，当当当，说开始拉粉。优先俾你着数，拜读加 special。已经快八点了，学校门要开，所以我就去学校。我就在那个圆的椅子上面，身体成这样的形状，睡到了十一点左右，然后用我们学校的 WiFi 给另一个学校传视频。第二天的下午，我有一节非常重要的课，然后上的稀烂，眼睛都是完全睁不开，完全睁不开，而且注意力很难集中。然后在朋友家睡一天，也就是昨天，我就回萨尔了。我现在已经到 Koblenz。哦，亚祖，非常难，没戴口罩，不戴口罩还敢在这边拍？看一个我刚买的宝贝，小米的电饭煲。小米，我在德国已经快五年了，是我买的第一个电饭煲。哇哦，说明书没有，没有。啊。好，今晚吃米饭，每天都偷懒了。你知道一个电饭煲刚买之前，你要先把里面所有东西都洗一遍。最近呢，刘畊宏比较火，王心凌好像也火，听到他的歌就感觉很喜欢听王心凌。哦，我给你们看一下我现在家里的，看我的俯卧撑，然后这个，这是我的瑜伽垫，好久没有用过它们了。但大家都知道我是一个非常喜欢运动的人啊，所以我就来给你们介绍我最近的运动方式。古人常讲嘛，蹦蹦跳跳对身体好了。